竹节城一口闷，闷得下的给个双击，闷不下的一个也不要啊。红油、辣椒面。谈笑中你早已淡忘。今天来个好的，成双成对的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这么好的鱼你咋不吃呢？我怎么吃得下？你看我们家这么好的鳕鱼，肉质肥美细腻，卖不出去，而且全是蒜瓣肉。我就不相信这么好的鱼卖不出去，质量这么好。今天我给大家前所未有的福利，99米给大家10斤大鳕鱼包邮到家，全是视频同款，都是这样个头的，